我嫁你。安琪，你终于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官家好像给你和苏小姐赐了婚，老爷让你速速回去接旨谢恩。阿琪，你别担心，连平，照顾好你家小姐，我去去就回。嫣嫣，守住府门，保护好太尉府。是。七郎啊，官家下旨赐婚，这是莫大的荣耀，你怎么一点欢喜的模样都没有啊？此事定要早做准备，稍后为父备上厚礼，带你去苏府拜访。不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不能与苏婕妤成婚。你难道要抗旨？七郎，你可不能拿此事开玩笑啊！如今桑太尉身陷险境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能坐视不理，待我替太尉洗刷冤屈，再解决赐婚一事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，桑太尉一案是圣上的决断，那能轻易的更改吗？事在人为，我要再试试。你七郎，看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。阿琪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桑太尉，就算管家下旨赐婚，我也不会与你分开。你还想抗旨不成？阿琪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吧？那你也太高看我了。我卓文远只是个外戚，哪能左右官家的决定？看你这脸失落的样子，是燕云之没敢抵抗圣意吧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自保。就算他想抗旨，我也不会让他犯险的。如果答应我嫁给你，我父亲是不是可以脱险？燕云之是不是不会再有麻烦？那是当然。好，我嫁你。安琪，你终于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已经答应你了。你是不是可以把我爹爹救出来？别急啊，等你我二人成了亲，我立刻帮太尉脱罪，并且将太尉毫发无损的送到府上。卓文远，你若是敢骗我的话，我定不会让你好过。安琪，你这话也太让我寒心了。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答应过你的事何时食言过？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